Pokemon 的玩家真的都很友善，对，就是对大家都很对哈，很接纳你。好像有很火爆的猴子，是火爆，不是那种啦。我今年会不一样，因为开始创业。顺利的话，好不好？年底大家看到我就可以叫我 Tapioning 了。Tapioning 啊，下降你。我跟大家讲，演员，以后这个主持人不要写名字，下降你。所以今年这个我的工作形态要转换，我就是四月底的最后一个演出演完，五月就没了。我觉得剧真的花的时间真的太长，对，没错，一年极限最多几出？七个吧。哇，好硬哦，七个耶，有大有小啦，有大有小。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一。不要想了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已经四个了，五六七，今年又七个了。像我就做了不一样的事情，我印了我自己的原创本，原创本，原创。很久没画图，想说跟观众玩，然后大家就是说，然后我就画，就这样噼里啪啦画画。我说这个要出本了吧？干嘛要啊？要把大家这边起哄，耶！出版的那个朋友帮我说，哎，那帮你排版，然后直接去送印，前天就已经来。太快了吧？因为我只印了50本啊，你是要送观众？没有，我要卖啊。那怎么只印50本？我还没录完。不要这样啊！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，那个封底我在画的时候还说定价90000元，然后特价90元，90元可能会亏本，我可能要卖100元之类的。手超酸的，怎么样？现在是，我们馆长，馆长在外面，你是货车司机，怎么样下台南？对啊，这是结冰水，超大。我要说，帮我拿一瓶水，这是啊，这个好大，所以这个是沙拉油的瓶子。OK。好了，小姐，那有小水，还一瓶小水，小的结冰的小水，好大声。好，下一个新闻。好，不要表演那个气场。端午连假就是4、5、6日这样子，大家有机会有时间，好不好？播控来买票，我怕卖不完。后面应该还会有一些。这个跟这个自由新政 SP 的剧相关的消息会跟大家讲，是，当然没有错误。好，大家就再关注一下，这个一定要慢慢挤牙膏的，喝太多了吧？没有，表演太多了，喝的没问题。重点先下班了，重点。小姐，有没有小水？现在哪一部作品名称是改编自作品？无意间变成狗被喜欢男生捡回家，无意间变成猫被喜欢女生，无意间变成兔被喜欢男生，无意间变成狗被喜欢啊，这个不用想了，就是变成 狗然后女生被女生捡回家。我有看这部，但是我以为他是疗愈番，因为他变成一个柴犬。哦，结果他一回家就光狗腰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柴犬本人就是一个 Can Be Brian。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是一个疗愈番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个看可爱柴犬这样。